现在要带你们去新竹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，而且就我所知是很多网红会去拍摄的地方，那一定很漂亮。我觉得非常适合任容萱这种漂亮的人去拍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真的。我们跟着在地向导出发，期待期待。住来山上之后，我就发现我真的很喜欢，越来越喜欢大自然，因为我们都算是都市小孩嘛。对。那有时候你会。是开始去露营，然后往山上走。你也露营？爬山？对啊，露营超常来新竹的。我刚刚那些叫你除草的那一块，对，就是我一些亲朋好友都会来那边搭帐篷，那边超适合的。对啊，因为你现在去露营，是不是很多那个水电都有嘛，就很方便。你刚已经把管线拉好。到了。完美景点吗？来到这里，啊，我看到，漂亮吧，哇！好舒服啊，好美哦！这里真的好漂亮哦！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这个是什么松？什么松？松的一种，落雨松，有听过吧？松，对啊。啊，这个再过几个月应该就变黄色了，对不对？因为现在是还是季节还不到那个变黄的季节。嗯，但它漂亮的是说，有时候你站在很远的地方这样拍，然后会有湖面的倒影，双重享受。对，而且天气好的时候还会映蓝天在湖上面。我记得以前我刚开始知道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大家还不晓得。然后最近这一两年，只要假日。一定人山人海，而且还有坐游览车进来。我刚不是说王美吗？对，你们刚刚我们看到王美拍照，刚刚那边好像有人。对，王美怎么拍照？怎么拍？怎么拍？你示范一下。我观察是这样。怎么可能？因为我刚刚看到是这样啊。王美怎么会那样拍？来，那你示范一个王美的。通常应该就是在，比如说坐在这啊，就是这样。哦，王美。的完美，好完美，好，可以，好 OK 了，应该是这样吗？好，可以，不错啊，这有效果，好不好？不错，不要 cue 我演完美，没有没有，我们不是，我们是实力派演员 ，OK， 你是实力派主持人，然后你是实力派完美，好，就这样就这样。那一哥既然在这么美丽的这个风景啊这边，那我们就来出个考题给三位，什么考题？用这里的美景来造句，但是一定要接到像极了爱情。像极了爱情，这个不是前一阵子的梗吗？怎么现在还在用？对啊，有点老梗。好，没关系，像极了爱情，来，龙轩先。我先。你先啦。啊。就这么美的美景。落雨松树，随风飘飘，像极了爱情。哇哇，好，不错。陈娜，我来吗？水深危险，请勿靠近，像极了爱情。这里，还不错吧？我觉得还不错啊，真的像极了爱情，这个是太危险了。好，一哥，大绝，没有大绝，没有什么大绝啊，就是比较感性的，好不好？好。此情此景，良友陪伴，像极了爱情。良友陪伴，良友，那这样子好，那算没事，再一次，此情此景，有家人陪伴，家是那个美丽家人的家哦，像极了爱情，哇，感动，可以吧？可以，家人陪伴，把它去掉就对了，对，要，但是跟你没关系，那我们同志版本也可以啊，结果一下，此情此景，拉个风，有阿娜达陪伴，像极了爱情。我们没有默契，我们刚好要面对，都可以，不用。所以像极了爱情真的很好用，有过关吗？有，算是有过关哈。我们在北埔落雨声。
美景。我很感谢你来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说真的哦，我是听到他们说一哥接主持，我就说好，我要来。哦。因为我想说跟着一哥会有多苦。也是啊，了解我，因为是巧好的，但是我现在已经失去巧的能力。没有啦，我是想说你都这样难得接主持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喜欢这个节目，是说等于是让观众是从我们的视角带他们去看这个东西。对。那每个人看这个东西已经不一样了，那我们是提供一下我们的视角给观众，不同的人去看一样的事情，会有不同的想法。没错。我们应该更有一些深度去介绍一下在地的东西。嗯，而且你知道，但荣轩知道吗？我们以前拍戏，都去过很多我们不会去的地方。没错。现在你去过很多地方的时候，再来讲，肚子里面就有点东西。真的，而且很多我们拍戏的时候去的一些，不管是餐厅啊，或者是美景啊，都是当地人介绍。对，就像我们今天当地人带着我们出去玩，有没有？对，北埔女婿，北埔女婿带我们玩北埔。那我第一次来金管数学家，肯定他们都知道，我就是说那有点饿了，从头我是很容易饿啦，易饿体质，永远都在不能饿肚子。不是，哎，你们饿的时候心情会不好？会，对，这正常的吧？肯定会的。对啊，但是要吃饱了又想睡觉，人生好难。像极了爱情。我觉得刚那个水深危险，请勿靠近。那个真的像极了爱情，真的是太棒了。因为爱情就像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是。可是，请勿靠近，可是你又想靠近，这个就是真的像极了爱情。到了吗，老街？这边就是有一个老街 feel 了。对，你光看它的建筑就感觉就是很有一个历史的风格。我们进去看一下。Hello， 欢迎来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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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是今晚住谁家？哎，今晚住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住这一家。啊，哇，住这边怎么那么好？我是洪哲一，我是可娜，那这是我们这个来宾，任荣轩。谢谢谢谢，因为我自己本身也算是北埔的女婿，对，我的岳母都是住在附近。对，然后那个他的姐姐也是这边的乡代表，所以我们常常都是在这个附近逛，但是我从来第一次不敢进来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是非常有历史的地方。好，对，那我先我们到这边来，我先跟你们报告一下这个整个介绍。好的，这个是江阿新洋楼，是1946年盖到1949年，历时3年。列为限定古迹，不是季节限定的那个限定，不是那个限定，不是。那为什么列为古迹呢？它有三个要素，第一个就是它有历史性，对，因为江阿新呢也是江家的后代，这整个北埔哈都是江家来开垦的。那你们刚才走过来有一个金广福，再过来看起来有像一个家庙叫天水堂，对，再过来有六个横屋，然后再过来当然就是江阿新洋楼。金广福是1835年就有，以前这里开发的时候是闽客，就是客家人跟闽南人一起来开发的，所以顺便讲，它叫金构的金广福，广东福建一起做的办公室，它是一个办公室，所以这个一脉相承。所以我刚刚回头讲，它这个是历史性，它就是有江家的后代的历史。第二个呢，它有茶的文化，对，当时呢，茶世界上出口最大量的 black tea， 红茶，是江阿新推出去的。哇，这个洋楼盖的目的也是要招待外国的采购者，然后也要有一点洋派。是啊，外观呢有一点这个欧洲巴洛克式，有一点这样啊，它是手工打造。
以前那40年代那时候租这个已经算是非常金碧辉煌了。对啊，那这个是可以说都是这个附近客家乡手工的集合作品。那比方说外墙跟下面的墙，就是台北七里岸石，台北淡水线。哇，七里岸扛来这里。七里岸石，这个是一种砂岩哈，它有一点粉红，有一点黄，然后来 match 这个洋楼，看起来比较 soft。对，那这外面当然整个泥作都有，比方说这里有洗石、免石、马赛克、瓷砖哈，还有大理石磨到这么平哈。然后以前呢，你看，对，大理石还有磨石啊，哦，有哎，真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在站的这个位置叫做车技，以前江阿兴车子从这里上。也可以从这里出去，它一个门。然后呢，它也有骑马，在这里上马下马。是是是。然后呢，江阿兴做茶叶的同时，跟之前他也有经营林业，所以这里面我们等一下进去看，等于是一个小型的木头博物馆。主要的使用的是台湾的块木，门框使用很多乌心石。乌心石若用英文讲，应该叫做 black heart， 黑心啊 ，timber， black heart， 它心很硬。那我们现在请进啊。好的，这个洋楼呢，可以说是风跟光的典范，通风透光，总共有130个门跟窗的表现，所以它隔间的概念是不挡风不挡光，只是间隔使用的方法。这个钢琴是有时候我们举办音乐会，所以这里有8片门板，举行音乐会的时候就可以举起来再放回去，70几年来它直挺挺的，所以它有这个功能可以做变化。是啊，您要不要弹一下？子女现在都在练，但是我们一直听的是那个音场的感受度，真的不太一样，气氛很好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刚刚讲风跟光，你看那个是一个厕所，可是那有一个 diamond， 可是那没有玻璃，风跟光就进来。这个是用透心石英砖做的楼梯，那这个呢很多颜色哈，红黄绿，所以这些颜色70几年它也不会脱色。往这边。其实我参观这种古迹，我个人会非常有压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怕你知道会什么地方不能踩，对，没错。哇，那这个位置呢，本来是神明厅，神明厅一般是在一个房子最明亮、最好的地方，对，献给神明。是是是，所以是这个位置。然后这个叫做罗殿，可能是阿嬷从新埔嫁过来的嫁妆。这个是用贝壳。在黑檀木，将近200的都是贝壳，都是贝壳。那这洋楼呢？你看不到富贵豪华，它都是用意象式的。对，第一个意象呢，我们可以在这里看这个啊，这个好像故宫那个如意，有没有？对对对，两大两小。对，中间像茶叶，一心二叶，然后呢有4根乌心实木，所以这个用。电钻木头电钻钻会断掉，钻不进去。哇！然后呢，两侧啊，两侧各有会飞的动物，你猜是什么？蝙蝠吗？对，是蝙蝠吗？哎，对。所以我们的诠释是事事如意，八方来福。哦，哇塞，这个太厉害了，太寓意很深啊。然后这个都实木，然后上面哈几何图案，这个呢感觉像龟壳，代表长寿 long life。然后那一头内方外圆，钱币，钱币，对，古钱。所以我们会有福禄寿。那还不够啊，我们先欣赏这个窗花哈。这窗花。
这很漂亮。那这个窗花早上的时候，如果太阳进来，这里会看到窗花。这个整个呢，这边雕刻，它上面好漂亮哦。这上面会有很多异木相砍，都是请很有名的画家画完以后，再请雕刻师傅一节一节弄上去，好，所以有用很多不同的这个木材的材质，好，是我们在天花板上会看到很多像音响一样圆的或是椭圆，它不是，它是空气循环用的，是，那热气会进去，天花板是三角形，热气进去以后。没地方去，它就会滚动，就会滑出去。对，所以我们到后阳台会看到出气孔。对，这个是进气孔，空气它是自然循环，吸热气，天然热气一定上去，很厉害，已经这就已经想到这些了。从这里，哇，哇，这个风，您今天选的日子很好，所以刚才那个热气就会从那个出来。哦，这个是出气，对，对。厉害，高科技。那刚刚远处那个比较灰色黑色那个就是金管符，然后再过来这个天水堂就是家庙。那这个天水堂为什么可以翘起来？因为后来也有封到六品官，说后面这个吗？这个尾旗，哎，你没有当官不可以这样，不能乱翘，不能乱翘，不要乱翘。所以以前还没有分家，以前是小孩子沿着这个。这些瓦片都是当时的瓦片，这个是当时的中国瓦，这样的话叫做哭瓦，翻过来叫笑瓦。笑瓦哦，两哭一笑就变成水沟，对，很聪明。聪明啊，真的，对啊，师傅只要摆上面摆一个整落一下来很快，所以呢它有不规则的漂亮。这里有两罐茶啊，左边这一罐黄色的呢，是这个用英文名字叫 Three Star， 就三星。三星，嗯，那这个是在日据时代，台湾有办一个小型的世界博览会，嗯，所以当时呢，江阿新用这个茶去参展，所以英国的怡和洋行的 buyer 看到买回去喝，很好，好喝，后来才回来大量在谈生意，嗯，由这个茶开始，然后呢，战后。成立永光公司就用这个茶罐，那原来的他外销的茶有时候会有大的箱子，对，整个这个或是这样子的包装，对，这整个茶罐，大茶罐，快加入快加入，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，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都市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，赶快订阅，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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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